大家在今天礼拜六九月十三号的下午，一起来到新庄棒球场，跟着我们一起宠爱天使。那要在从早上就来感谢已经有在商店要来支持每一位 Angels 商品的朋友们，跟大家说声谢谢你们，一大早就来排队，而且还经过了很大的雨、很大的风，也非常感谢大家不畏风雨继续来支持，而且雨过天晴，希望可以一切顺利。希望大家在赛前还是可以将你们的双手空出来，用掌声送给辛苦的场务人员，好吗？谢谢他们辛苦的整理场地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今晚的比赛，一起来为富邦悍将来加油。而在今天的赛前呢，我们也号召到全部的 Angels 一起齐聚在新庄，就是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宠爱他们，宠爱天使。而且有没有发现他们也为了这次主题也穿上不一样的服装，全新的服装，全新舞蹈，所有全员到齐，就是要给你不一样的富邦 Angels。 邀请所有现场的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富邦 Angels。赛前带来精彩的演出，在新庄 Angels 带来的开场演出之后，要来邀请所有现场的全部朋友一起将目光来看向大荧幕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富邦悍将。